生，小春生，小春生同志，你醒醒啊！快，做手术室。好，快快，让一下，让一下。小梅，国华，春生怎么样了？春生是脊柱受伤，手术效果比我们预想的要好，伤口处理得很成功，其他的要等他醒来再看。不会留下什么后遗症吧？春生以后还能当兵吗？任何手术都是有潜在风险的，不过也不要过度担心，你先好好休息，千万别等他醒了你倒下了。我能看看春生吗？我还是有点放心不下。那里边躺着的真的是春生？是的，是吧？